习惯一下你们俩，你们俩快面对一下，面对面对面面对面。你在要谁面对面啊？让戏子跟戏精面对面。哈哈哈，戏精，哎，猫不见了。肯定躲在某一个角落。戏精搜索。啊，他在这儿。在这儿呢。嗯，他把细菌拉走，他看到细菌要跑，细菌，来，他手接下来就会出来，哦，他怕细菌啊，他怕狗，你怕他，对，很好的生物链，所以谁是？他是顶端，所以你好好照顾他，你好好扒着他。对，我发现我找到靠山了，你靠不住，我不会帮你的。